出来一点。Hello。神话归神话，到此为止。往后啊，更是帝王的世纪。种田的乖乖的去种田，做媒拉纤的尽管去做媒拉纤。可是这读书人就难说了。有人舞文弄墨，两袖清风；有人扶摇直上，高官厚禄。唯独啊，就苦了那张豆腐、李豆腐，夜夜左思右想，翻来覆去千万遍。明朝依旧去门去卖豆腐。这本《山海经》就给各位看官小小的看了。